人生大事没规划，这样的对象也太可怕。结婚没有新房，你怎么可以结呢？都只有三区买房，一阵风吹过来，墓碑都是。我们一个月的开销是这样，老公，原来我们没有钱。不是没有钱，这钱都被你花光了。你看这只小猫好可爱，最近开始跟我讲说，哎，差不多要生小孩子。我说什么？一只猫你都顾不好，你现在跟我说小孩？今天晚间九点，妈妈好神，东森超市33频道。